庙会绕境，百尊神明游东区，众人膜拜。1000公斤神轿前所未见，千盏水灯度化，场面浩大。因为太近距离，所以不能在这里，它挂掉啊。所以咱即马要赶咱的船啊，拖到较外海一段啊，再来点火啊。传话还记得说的，不是要搞表白哦。表白？你想太多了啦！约你来象山哦，是因为101有家，你站在这边，101全部都看得到呢。啊，你起来，巴肚就腰就跳门呢。哇，在这么罗曼蒂克的地方，你还跟我说你巴肚腰，你把背头起来好不？我是真腰啊。好啦，骨头夹来，这我上厉害。端午节秒杀美食就伫遐。同意。又想吃我豆腐了，欧北来呢？没啦，哦，我知影你到位啊。行啦。哦好。哦，你讲后悔啊？哎，伊体，迄间是啥物庙啊？为什么要去庙食物件？迄间就是松山慈惠堂啊，而且迄物件是欧姆妞妞在卖的哦。去庙宇找美食吼，实在是有够稀罕的啦。而且吼，阁是王母娘娘加持过好滋味呢。啊，那这间吼，伫信义区四寿山登山口的上善祖会堂，嘛是看台北101跨年烟火啊上赞的所在哦。也毋过吼，伫信义区啊，地价遮尔啊贵的所在吼，竟然吼有遮尔啊公块庙宇啊，实在也是使人想袂到。这两项疑问加起来吼，一间上善祖会堂。确实有需要吼，来去好好啊熟悉一下。就是看到无？啥物啊？就是遐。哦，爱遐侪人啊！哦，大家拢要食水啦。你想啥物啊？你会紧来去看。哦，紧来。完了一批呢，又会有下一批哦。姐姐、妈妈姐，我们有芝麻的，有红豆，有鸡翅，很多种口味，好吃对不对？好，很香哎。哎，师姐，我来讲，因为哦，我一直听闻这个秒杀面包，就是跟我一出炉的时阵呢，大家就会像刚刚一样，哦，就是狼味，就是狼味。我怎样有生命？因为它夹起来啊，你真的会知道它真的是真材实料。嗯，尤其是它那个芋头啊，你放进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芋头的香气出来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芋头那种绵密的那种口感，它不是只有一点点在表面而已呢。这个传说中的面包啊，个人介好吃。不管吼，每一工啊，会当卖甲空空空啦。听遮个师姐咧讲吼，当初时会卖面包，主要啊是互来爬山兼拜拜信众，补充体力。也毋过吼，想袂到讲吼会遮尔受欢迎呢。也毋过啊，较拄啊，我看送面包出来师姐吼，面色啊，以我将近50岁年纪来看，这位师姐吼，应该就是民国60几年改红的歌星李金玲，伊的成名曲啊，就是《不要告别》，都含刘文正、凤飞飞吼，拢有翻唱过呢。既然吼有缘在遮见面，应该啊，请唱一段啊，互咱回味一下。我的爱人。献丑献丑
志工了。那在他们还没有被带好，那我们到那一头去，慢慢告诉你们。要说起来，其实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我在19岁的那一年，其实出了3次的车祸。这一年内3次。对，是金母娘娘真的是非常的慈悲，然后非常的加持，平安的度过。因为我在那里就演艺圈啊，演艺圈其实哦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啦，而且他不是那些就你来噶，有没有爆裂心胸啊？会。所以我只要开心的事情也好，伤心的事情也好，反正我就不管，我就我不管啦，母娘你就是爱做主啦，我只嘿，我只有你啦，你就是要照顾我啦，然后我都会跟母娘读，塞奶奶，塞奶奶，不管这样喜怒哀乐都来够哦，是是是，还帮我找了一位好先生，是你东京的东哥，真的。缘分吼，就是这呢啊奇妙啦。咱金玲姐吼，伫20几年前，就因为和母娘的慈悲感动着，所以吼决定放弃演艺工作，嫁去日本啊做先生娘。也毋过吼，只要上山慈惠堂有活动吼，伊拢会专工转来做志工帮忙。听讲吼，即个慈惠堂啊建庙45周年吼，有一项超级大场的活动啊，所以就提早转来斗三工。其实跟金玲姐同款，受到母娘慈悲有所感动的志工吼，有真侪个啦。啊，每一个吼，拢是奉献家己会当做的工作来服务。啊，唔知吼，这位咧种树丛的师兄，当初时是因为什么机缘会来慈惠堂服务呢？大哥，哟，跟你打扰一下好不好？你这落来啦，你安尼收关，哎呦，谢你，这拢是你经历的哦。无，我包括一挂吼，即个粉顶，啊，佮迄个全台湾唯一的植物的凉亭，应该是。你家己一个人？对。你哪会遮厉害？你是专门在做这个园艺整理的哦？这倒不是啦，我本身哈，对这我都有兴趣。啊，佮咱伫个造型方面，咱个经验好，啊，大家看啊，足欢喜。我刚才想问你，进去是做啥？我较早伫台北市政府公园日程管理处，整个庙都你用，不会就假的？还好，习惯就好了。阿古小米，你也来家做志工啊？这刚好因为我参加义诊，啊，刚好也来这边出勤务。因为先前那个师兄他年纪大，我懂这个经历啊，所以刚好我对这个地方民风刚好也有点认识，那我就刚好就投入进来。整理花草，我知影，哎，开足侪时间的呢。我自己生活可以过得去，啊，我把利用自己还可以动的时候，还能动的时候，就把它奉献出来，大家大众来、信众来，不是看到很舒服吗？林大哥在松山慈惠堂担任志工，一做就是6年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几乎都是出自林大哥之手。6年来。他把环境整理得很舒适，却不收半分钱。对他来说，只要能让参拜的每一个人都能心情愉快，比什么都值得。到底这松山慈惠堂是有什么魅力呢？是因为母娘，还是因为这里有什么大人物呢？这群折纸莲花的师兄师姐应该可以说出一些答案。我跟你讲哦，在慈惠堂做志工，有这多代志会使做哦。像今嘛，我们就是要来折莲花，师兄对不？最好了，最好啦。今天是做折呢，大伯伯，你是打工来家走吗？打工来了。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了。哎，阿伟上面特别什么啦？我一个亲家母啊，在这里当志工了，啊，老志工了。他都一直看我退休以后无聊啊，他就叫我在这里当志工了。五云都来这当志工了，真好了。袂讲拍拍照啊，来拜拜了哈。到今嘛做工志工啊，23年有啊。哇，那贝贝来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？心比较开放啊。好，在这边交很多朋友，交很多老朋友。
这些师兄师姐来做志工，每一位拢是用着乐观的心，为母娘付出，为信众服务。要讲上山慈惠堂有什么款的魅力，这些师兄师姐讲吼，其实啊，因的付出无算啥啦。慈惠堂为社会付出的服务搁较侪，就好像上香客大楼，有真侪运动选手吼来这大客，而且吼，毛一大到十几年的哦。一旦讲哦，上山慈惠堂是培养国手的摇篮哦。我们今年呢是来参加哈104学年度的全国高中篮球甲级联赛的预赛。我们每年都来哦，因为这里实在太棒了，空气真的很好。然后呢，最主要这里呢，就是真的是人文荟萃。嗯，我们在这边，他提供给我们非常优惠的住宿的价格，哦，然后帮助我们这样子的学生球队，啊，所以呢，真的是很感谢这里啊，所以这里我们每年都来哦。高雄的三名加上篮球队，在高中篮球联赛啊，可以说是相当有名的球队。只要来台北比赛，松山慈惠堂就会很照顾这一群孩子，吃饭住宿提供非常便宜的价格，而这一住也就住了十几年。他们说啊，因为这里的空气很清新，志工妈妈把房间整理得很干净，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的休息，所以打出好成绩的学生啊自然就多。就好像咱们这一位准篮球国手吴松蔚，对于住在这里就特别有感觉。我从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从以前都是住在这里，然后这里他住宿也提供就是比较好一点，就是比较便宜一点。所以有时候比赛前如果打不好，真的会上去就是拜拜，然后祈求说今天可以打好一点，可以顺利一点这样。真的拜完之后那个心里的感觉嘞，算是一种信仰寄托嘛，是真的会就是比较好一点。主任，我刚刚好，你们真的是国手的摇篮，这些都是真的是要感谢慈惠堂那个母娘的照顾跟保佑。我们这次来啊，就知道说他还捐了5000个火灾警报器，还有消防车、救护车跟康复车给台北市的消防局。消防车、救护车，还共5000个警报器。1000公斤，安尼这样斜弯安尼下去。公益，所以对我们消防局的消防工作特别支持照顾，所以这几年来他陆续的捐赠我们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一部消防车、一部勤务车，还有9部的救护车，啊，另外捐赠了69组的行车记录器，还有捐赠了住宅火灾警报器15000组，所以对这个市民的帮助，啊，对消防工作的帮助非常大。对提升我们的消防战力也帮助非常大，因为这个民力无穷，政府力量有限，我们需要这些的民间团体来给我们协助啊，所以我在这边特别代表市政府感谢慈惠堂长期以来对市政府的帮助，对市民的照顾，我这边特别提出感谢之意。听来消防局长解说以后，才知影慈惠堂为台北市民做这么多的事情，真的是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这就是信用最迷人的所在啦。不怪这些志工会来尽全力付出啦，而且我们慈惠堂创堂的过堂主大家也是该学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来建立上山慈惠堂，关于这点也是来请示堂主了解一下。我们上最早是在基隆路，搁搬去长春路，长春路他来遮找地，他来遮盖庙，应该嘛将近到40年啊，这个时间啊啦吼。堂主，当初是为虾米会甲母牛安尼结缘？以前我唔捌买母牛呢，阮家无神位呢，阿妈无金身哦，啊，迄阵就是身体无介好嘛，啊，就好母牛抓到，我嘛唔知影讲是新明的抓人啊。哎，较早咱少年哪有咧插伊，哪有咧甲信，我根本都无咧甲信。迄阵去抓到的时阵，我拢嘛甲讲，我唔捌你，我无爱要甲你做代志。啊，迄阵抓到，伊就会
足好看病啊，什么人破病较久的病，伊拢治的都医好啊。我唔知影神明是遮厉害啊。本来阮家无行为，无路，无什么金身糖无吧，我们都空了啊，你听哦。啊，尾啊，迄阵伊就讲，来一个月好，我替伊办代志一个月。咱嘛未晓啊，要办什么代志啊？都什么都不会，咱人都袂使退去啊。所以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帮他办事情，一直到现在安呢。过堂主对咱王母娘娘的缘分吼，会当讲是非常的特殊啦。也毋过，伫咧台湾遮尔啊侪信用内底吼，母娘的信用是伫咧啥物时阵建立的？一般来讲吼，讲王母娘娘，但是因为台湾吼，迄个咧华莲遐吼，伊有圣严宫含朱慧堂。啊，你一般来讲吼，圣严宫伊就讲王母娘娘，啊，你啊朱慧堂都金庙。啊，但是吼，虽然是有两种讲法吼，但是一般来讲吼，因共同拢是讲母娘啦，哦，因为母娘听起来足亲切的吼，啊，大家拢会当接受。不管讲是讲四王母也好，还是讲金庙也好，其实迄是无烧香吊台用无烧香的信号，啊，其实是拢共烧香安尼。照讲吼，以这历史来看，《三字经》的记载。伊是干咧讲，伊是吼西方吼昆山顶冠、永城顶冠的一个女神。母娘来讲，伊其实较像迄个先天神。昆山就是讲吼，你要去天顶顶冠吼，爱先经过昆山。哦，啊，可见讲吼，即个咧历史来讲啊，即个母娘吼，伊的迄个身格，讲起是确实足悬。在母娘信仰的起源了解以后啊，搁再加上看到过堂主也搁有信徒志工为社会付出的服务精神，更加会当体会朱慧堂大大细细，常常讲在嘴边的母娘慈悲是啥物意思？也毋过，即几日在上山朱慧堂看到真济座的红毯，而且吼师兄师姐大家拢忙进忙出啊。真好奇吼、哦，上山朱慧堂建堂45周年，到底是咧办什么活动？而且吼、哦，阁有真侪大金宫庙的神明来参与哦。母娘旧年就指点要做过，这块落天大石朱慧堂毋捌做过，咱嘛希望讲要做这块石，是应该是一个真大的意义，甲咱台湾世界拢真需求到这场的发挥。尾啊，甲今年。伫个7月尾，他该筹备这个工课安尼吼。母娘就是讲，应该找一挂较有心的，大家斗三工。啊，都即阵我尾也就是讲，啊好，总是找一挂有心的，大家来斗三工吼。哇，这样听起来的话，全台湾大大小小的公庙都有来啊。拢来，啊，几间啊？真侪间。上山朱慧堂，这一摆做大罗天地清照。下当讲是吼，做了非常的周全啦。唔呐，干那邀请到真侪台湾有名的庙宇，甚至讲吼，也够对国外请转来的神尊，嘛拢来做花参与，为母娘护持。加加起来吼，都几万尊安尼。经过几天的布置佮安排，每一间参与的庙宇佮神明，拢安顿好啊以后，上山朱慧堂45年来头一遍做石的活动，就算讲正式开始了。啊，咱这个台北市长柯P吼，嘛来到现场参与盛会呢。可见吼，上山朱慧堂的活动和台北市政府啊，拢真重视。哦，这么大尊的母娘要出门啊，需要动员这么多的师兄来护驾，而且吼、哦，参与辽境的阵头队伍实在是有够多啦。对这场辽境来看，咱上山朱慧堂的信众实在吼、哦、是有够团结的。
看到母娘坐这顶神轿吼，我个人会当讲啊，实在是太惊人了。将来吼，毋捌看过这尼啊大座的神轿啦。过堂主讲吼，这顶轿重量有1000公斤，需要200-300个人吼才扛有法的。哇塞，1000公斤的神轿啊，敢若用看的吼都感觉忝啊啦。这大顶的神轿要了紧啊，咱指挥堂的人手敢真正有够？咱今仔日差不多有20000人，伫个到合作，即个母娘出巡哦，非常感谢。中山水堂今年有40年啊，45年，嘛拢予大家照顾。啊，今年呢，甲即个石降啊，咱台北市是咱台北市民、台湾大家真大的福气。台湾人拢在拜拜，啊有咧修持，所以即颗石会降的即个所在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阮吼对神明了敬遮尼啊侪遍啊。真正吼，唔捌看过遮尼啊大顶的神轿啦，扛着1000公斤的神轿啊，肩胛头顶悬吼，都好亲像扛一台拖拉机同款啦。要扛着遮尼啊重的神轿了紧吼，哦，那绝对不是轻松的代志呢。香蕉哥哥啊，啊你千万吼唔通闹亏哦。预备炮！谢谢，咱感谢着贵登柱，以及着咱啊，这个大龙。哇！这回前几号第一主段叫做万法中段，站在一个足重要的角色，是叫电安五土良神。咱古早人讲哦，有土需有财，电安五土良神其实嘛是咧照顾五路财神。啊，你第二个咧？哦，其实咱拢总有3个段，搁一个甘蔗段甲祈福段。宝岛神会炸 ！Oh my god！ 鞭炮，谢谢，咱感谢着贵登柱，以及着咱啊，这个大龙。啊，请教，我中国文，有绝对才能，不要紧张。还开心吗？斜对不对？可是那个重量加速度，1000公斤，按那这样斜坡按那下去，他们的下盘要很稳才可以这样子直的做美。希望我们家的香蕉它可以平安顺利的这样子跟过这个。指挥大哥有讲吼，这一摆出巡啊，非同小可啊，过程吼绝对袂用开玩笑的啦。咱伊提吼是替金州的烦恼，看起来吼，伊好亲像应该爱换手啊哦。真酷的，伊直接给我杀掉。是。吓啊，伊讲安尼是危险嘛，无让我安尼出门啊，啊大家安尼，伊讲等下我有摆的时阵再搁。哦，其实啊，都像你这卡步啊，我的那个脚步都非常非常的大力。我是看这个画面，我是讲会拔脚，我的步步。再起来，再拜托你先行，慢点。各位啊，您敢有法度想象吼，伫台北市上界老街的信义商圈吼，来这看电影，是百货公司外口啊，竟然有新兵在撩警，而且吼规模阁是这尼啊大呢。也毋过，伊照母娘慈悲的精神啊，伫个闹热的商业区了紧，阁袂去影响到民众的生活。这一路上的秩序维持吼，
上个辛苦的呀，就是这志工甲指挥交通的警察。我手上这一杯呢，就是旁边这一群辛苦的大哥们给我的。大哥，嘿，你好。嘿，这杯都是你自己用自己杯子哦。我们是观音山杯水队。观音山杯水队。那我们因为松山慈惠堂有很重要的一个活动，我们把这一杯茶给最需要的人。就是安内，我对我内苦啊，他们就是背着那个茶，然后就是问大家要不要，然后马上倒水给大家喝倒茶。问大家要不要，是看到有人流眼泪的。倒的，有跪下来的，然后我们这杯茶就拿给他，就跟他讲一句话，喝下去一切都没有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哇，这杯呢就是保庇的。对。哇，那领完差不多的时候呢，香蕉也快要来了，我想呢。他也是非常需要这一杯的，因为香蕉就辛苦哎。你再给我喝一杯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给我香蕉。喂，这个多重啊？20公斤哦。好，谢谢，辛苦啊，加油。看到这些奉茶队的志工为母娘、为信仰的付出，谁说啊，在台北看不到人情味呢？我只能说，信仰的力量实在很惊人，不但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，这一刻大家不分你我，全部都是母娘护持的一家人。我们人家的欢迎那个蜗牛来我们这里。啊，你平常是跟我的拜拜？有，有拜拜。哦，等下蜗牛安尼经过的时阵，你有要甲伊求什么无？求平安，大家我们全新庄的人平安，大家大家平安。好，就这样。我知影，这位是里长对不？对，是里长。里长你好。我再问一下，你有啥物你会伫遮放在暗度无？因为呢，松山呢，慈惠堂那个金母娘娘主都会到进贡去，所以我们是10:30就在这边办办那个香火呀，香火在遮等你。嘿，啊，你这大尊的是，啊，安尼经过时阵，你有啥物感觉？就欢高兴，就那个金母娘娘招待我们新家里，当然是我们的荣幸啊。大家都平安。为咱里张带头摆案的，不管这个奖品有偌凄惨，或者是偌简单，只要诚心诚意，相信母娘，拢会庇佑这个居民。看这条上界繁华永吉路30巷，每一个居民，每一间店家，拢期待王母娘娘的性格，这种气氛哦，真正使人感动。吼吼，母娘的性格一来啊，所有的信众进入地势摆成一堆，原来吼就是咧等待两脚脚祈求平安啦。不管是大人囡仔，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大人，每一个啊，拢会用讲是上界虔诚的信众。
你好，美女。你们刚刚弄油卡了哈？你刚刚弄油卡了吗？有啊。你等多久啊？等一下子而已、啊。等一下子而已、啊啊、我怎么看你们都这么兴奋？开心啊！很开心是不是？对啊。你对我的弄油卡，你跟我许什么愿望吗？就是身体健康。阿伯你好，这么急的哦。对。你弄油卡的心情安怎？真欢喜。所以原本就知影讲，恁某娘要一过经过家就对了。我正好去送个做一趟呀。是哦。嘿嘿嘿。你之前跟我是过向人家大桥吗？无。无。好几届哦。咱这大的桥，你的心情有安怎无？感觉足平安，心情啊，特别的心态来欢喜。阿妈辛苦啊。阿妈。阿妈。你看我，你今过来弄桥卡哦。你个来哦。啊，哪里啊？咱就母娘，你有啥物感觉？这么虔诚哦，我看着大哥来五体投地哎，那拜神的人不能都要虔诚啊。这很多啊，哦，排的加风排呢。是啊，而且跟我神明，人家这神明是都是尊呐。幕后台的，这三部啊，金幕后台的，当然北龙安不灵了呀。哦，共襄盛举，地方的热闹，当然我们要参与的。在今天松山慈惠堂的绕境过程里，尤其又是在台北市最时尚的信义区。除了可以看到参与其中虔诚的信徒之外，也能看到没有参与的其他民众，大家对信仰都是给予尊重的态度。看到这幅景象，在和其他还有宗教冲突的国家相比，其实啊，台湾人对于信仰这件事，真的是一个充满正向力量的地方。有一个段，两个段就已经足济啊！啊，你放眼望过去，竟然有至少超过五个段呢！哇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呢！阿庆，你来啊！甲你介绍一下，林道长。林道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有啥物代志啊？问伊就会使啊。道长啊，我看咧全部拢是石段，这是咱的啥物大罗天地青椒吗？青椒嘿，这个吼是为咱这个上山主会堂，哦，咱母娘呢啊，看到咱这个天下重生啊，这个震惊真多啊，瘟疫啦，天灾地变啊，所以呢，母娘呢，特别大发慈悲心啊，甲咱嵩山慈惠堂的堂主郭叶子讲，开始讲吼，啊来建这个大罗天地青椒，这个会使讲是咱三百年来吼，咱伫个华人地区吼，三百年来上大的一个石。咱一般民间的做石吼，有真侪种情形，注意到伊这个石来讲，早前咧做石，迄是因为吼伊这个庙起好。庆幸吉安哦，吉福，这种的吼是清净福者。啊，你若讲是要去做较大的，吼为国为民要来吉福，这种的这就是咱一般讲的讲罗天大石。按照规矩，你若罗天大石都一定爱真济大。古早的做法哦，好，你咧做石落时吼，你得爱画一工咧，话讲我爱四十九工种种安尼。但是，什么现代社会吼，你去咧这台北市哦，你要做遐久，其实也有困难。吼，啊，所以伊就讲好，啊，无安尼，真济大，同一个时间做伙做，虽然是七工，但是哦，有十大，哦，有十外大，哦，啊，大家共同哦来祈求。所以这种情形哦，伊会叫做大罗天地清净。道长，啊，即马第一段是啥物段啊？咱即马伫个殿内吼，啊，这是就是咱这回清净吼第一主段，叫做万法中段，徛咧一个足重要的角色，是讲所有的这个段数吼，伊起过了啊，每一段就同时开始进行其他的法事安尼。是一个开端的一个意思。对。所以我即马后边看到一只，哇塞！只大船都大只呢，小船哦，就该放喺大海内底，啊，好因讲大家拢会当坐来安尼吼，佮有水灯，水灯应该是我一千粒安尼啦。哇，一千粒哦！保佑神会大 ，Oh my god！ 好，我看到只，哇塞，用臂做的龙。
咱这回吼，上山主会堂，伊每十年吼做一遍成就。嗯，这个过程当中，因为咱这个山区吼，有经过兴工动土，咱中国人真重视这个良脉啊吼。兴工动土的时阵，请良心体会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，体会了，等咱所有物件拢完成啊，要做一个庆祝，庆祝完成，把这个乌土良心搁加倒来。对，啊，这个地气的这个兴旺，电安乌土良心，古早人讲哦，有土需有财，电安乌土良心其实嘛是咧叫乌土财神。啊，你第二个咧？哦，其实咱拢总有十二个段，搁一个甘蔗段甲祈福段。听咱林道长咧讲，甘蔗段最主要就是将参与的神明请入去段内底，由道长上敬加持，让神明啊更加神威显赫。另外祈福段就是请来天庭的神明来祝福，而且吼、哦，这一摆所有十二段的神明啊，加起来超过一万尊呢，真正是开眼界哦。道长，你看我看到迄头前啊，有足侪迄灯光，遐嘛有十几个呢。啊，为啥爱踩遐侪灯光呢？一般来讲，主要灯光有三支，啊，一个叫天灯，一个叫七星灯，一个叫做孤魂灯。好，那这个七星灯呢，就是要普照咱这个天下苍生的元气。啊，那这个天灯呢，就是要招请四护高僧、天地众神灵。孤魂灯当然就是咧招请这个较早为国捐躯的三军将士。啊，冒这个过往了后，无人家敬拜，你就无孝事，孤苦无依的孤魂，做一个普渡，啊，上敬回向给因，希望伊咧当早日超生啊咧。是。啊，所以这个灯光用意是这個，咱你来看到这么多，就是因为咱来自各国，啊，所以用的这个科仪道法，请动的这个神明嘛无同款，所以才会分作几落组。母娘的信仰虽然在台湾各地是非常普遍，但是要能够做到这么大规模的建教仪式。嵩山慈惠堂绝对是全台湾数一数二。一般来说，建教就是一种与上苍祈福的道教仪式，而这一次嵩山慈惠堂举办的大罗天地清教，目的就是透过这场仪式向上苍禀报这片土地的人民人人安守本分，奉公守法，希望上苍能够继续风调雨顺，赐予人民平安与福气。道长，是这段是我安尼来看上大吼。对，啊，这个嘛是咱这届的主教段，啊，所以咱拄好讲这个万神雕咧吼，这段内底神是嘛上多，都超过3600位。哇，3600位呢，五层楼高呢。对，啊，咱即摆徛在这个地点真好哦，你即摆在咱看到咱几下段，平常迄边咱看到的迄个照段吼，是由咱大陆武当山的高公道长哦来为咱主法。哦，迄个大陆来的。对，这段咧就是讲做这个啊祈求。吼，咱这个啊，两岸和平，和咱这个民生啊，会当富足，啊，经济旺盛，这个国家富强啦，吼。主教团正对面这个叫做庆兴团，吼，庆兴团咧，就是会当和这个万物生息，万物生成，地脉良强，福佑百姓安尼。道长，你讲到迄米粮样，我看也冇迄织神龙这样子。对对，这五花米粮吼，甲咱拄啊伫正殿看到米粮，伊的作用是无同款。这五花米粮是为了即届建造的时阵吼，伊让这个五粮齐集，百业兴。所以交接的五路财神是五路财神的用意，所以你甲看伊这五花龙的颜色是无同款的。五龙的意思，应该讲是分派在当地，分东西南北中的财神爷。列祖坛甲大坛拢了解以后啊，唔知影国外来的道教团体，甲台湾道教科仪啊，什么无同款，而且代表的又阁是什么？哎，道长，所以即马遮就是咱新加坡的迄段吗？是，这是由咱新加坡吼城隍庙的上经团吼组团来，哦，有40个人，哦，共同参与这个盛会。即马看我看到头前啊，啊，道士因拢伫咧无闲的。是，因为即马拄好咧上经，所以咱无法度去甲采访吼，啊，伊上经的时间拢真长，好，咱要到采访他。因这就是做水火酒，哦，水火酒，对，啊，水火无情，所以呢，因透过上经高讲行仪做法，和这个水火吼，哎，风调雨顺的讲。哎，风是微微啊风，雨是湿湿啊雨，会当风调雨顺。是安尼，啊，所以连边的段的，甲别国的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嘛。对，啊，你像边啊这个吼，这个叫做金鹿三元，金龙如意仙段。三元的，就是讲天官要舒服，地官要下垂，水官该。是。哦，那加上金龙如意，迄就是财神爷嘛。财神爷就是迎富送穷。
嘿，啊，我特别甲大家介绍的，迄段我就是主段。哦，就是主段对啊。那是安尼讲的话啊，有可能大家拢在无闲，你等一下嘛，无闲嘛。啊，是是吼。对，特别爱替这信众哦，做迎富送穷。是哦。哎，安尼等假收的迄可以啊，发挥啊，拢做了就结束嘛。哦不，今仔日呢，佫安排一个要放水灯。保佑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保佑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 哎，安尼等假收的迄可以啊，发挥啊，拢做了就结束嘛。哦不，今仔日呢，佫安排一个要放水灯。松山慈惠堂所举办的大罗天地清教，最重要的最后仪式，就是要到台北市社子岛淡水河出海口放水灯了。看相关人员跟师兄师姐都搭上专车，准备要出发，我们就赶紧上车跟着走。应该恁少年人都唔知影讲放水灯的意思吼，要哦，才啊落山上海死亡吼，无法度通超生吼，啊是讲唔知影无人好救伊，才孤魂吼真多嘛。放这水灯就是要救遐个人。你看咱的水灯牌嘛，这个火拢足光的，啊咱的水灯咧嘛全部去找一个会使讲一个环保的水灯吼，啊咱会当。来给因照路，搁会当来拥有海底的物件。今仔日的迄水灯啊，总共差不多有几只呢？阮有一只大船，足大只呢。小等哦，着该放喺大海内底，啊，给因讲，大家拢会当坐来安尼吼。搁有水灯，水灯应该是我一千粒安尼啦。哇，一千粒哦！有的是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行我来，啊，咱船烧火，啊，因会当爬船顶，该在伊啊听经文话。哦，真的是一个救生艇的概念啊，那样一个救生艇的概念。所以你看，水灯对它的用意有很多，除了会使伫咧中晚普渡的时阵，引那些好兄弟起来让我们来招待，还有另外这样的一个用意，就是让他们可以爬上来，哎，来听我们这个诵经团，要来帮你超度啊。其实蜗牛挑一个好日子，其实就可以来做这个大事情了。因家哦，你看这学生哦，这么寒，因大家足好，我甲咱斗搬刀啊，搬物件。哦，真的。啊，咱今仔日哦，有台北市的二小小红，哎，二高。大家搁出来斗三工，嘛是义不容辞，一定要来唱一卡咧，对啦。大家拢来斗三工，我觉得这不是宗教力量，这是社会的力量。是是是，大家因为还是嘛，宗教的力量、社会的力量、爱心的力量，做回来啊，一起来做。哦，那这样也不能少了我们的力量哎。当然啦，还是有你们，还当然一直都有我们。对呀，好，大家做回来斗三工，义不容辞。放水灯的仪式吼，会当讲是真重要啊！每一位志工吼，拢尽心尽力为这一摆的盛会付出。咱阿成的甲金少的，嘛是因为受到感动，嘛是身先士卒，做伙放水灯来超度这好兄弟。现在大家看到啊，因为啊船啊，因为太近距离，所以不能在这里把它划掉啊。所以咱现在要把咱的船啊拖到较划海一段，然后再来点火啊。其实哦，咱整个过程下来，为第一天啊到其他的几天啊，其实每一个过程啊，拢在看到咱的所有的信众啊，各位的神仙大家，其实拢伫边咧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啊，一直来维护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我刚刚重点是啊，伫台北这个所在，在这个都市里面，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浓浓的人情味，还有这个传统文化，这是上重点的。传统的东西在我们的都市里面呈现一个很大的反差嘞，还在101新一区那样的一个环境啊嘞，在绕境也真的是不同文化的一个融合跟结合嘞。有这样子啊，我觉得这不只是表面上的，我们跟每一个师姐他们聊天啊，聊完他们都有一句口头禅，是往心里去的，母娘慈悲，这个都已经深植人心了，就像是自己的妈妈在身边的一样。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拥有佛性，每个人都有菩萨心。教练讲，母娘对人，我们人对好兄弟，其实无形帮有形，有形帮无形，是一个善的循环。对呀，那就赞你，有参与很棒。在松山慈惠堂，每一个人之间的沟通交流，
都会听到“母娘慈悲”这四个字。我发现这四个字在这里，不只是一句问候语，而是一种实际的行动。不论是为了照顾爬山客的安心面包，还是在庙里无私奉献的志工朋友，或是带领大家一起实现母娘精神的郭堂主，每个人都把母娘的慈悲心发挥在每天的生活里，只求付出，不求回报。大家都说施比受更有福，我想这样的福气到底有多深，嵩山慈惠堂这一群师兄师姐们一定最了解。所以各位先请来点宝岛民宿不能断，心诚则灵，声很大，下礼拜欢迎您再个登来本宫赞敬啊。我做的厨笔你妈做的宝贝，让我来实在你是天公的好意啊。讲的义气，土地讲笑眯眯，咱来变义气，是绝对无心机。将心好台湾，将心爱台湾，将心好台湾，用心看台湾。双脚徛在这，这是咱的命。用心好台湾，用心爱台湾。